对啊对啊，舞步吗？还是说唱啊？哦，所以那你里面一脱开就是 Lady Gaga 了？没有没有，哦，没有要脱，就是加油工人版的 Lady Gaga 了。哦，对，工人版的 Lady Gaga， 哎呦，很期待哦！掌声欢迎吴彬演出。创意十足的吴彬不仅结合了两首歌曲，还加入精彩的剧情在其中。我演的是一个工人，但是是一个很喜欢唱歌，就是很有梦想的一个工人。我巡演的都是一些桌子椅子啊，包括扫帚的一些灵魂。所以呢，刚开始老板就是对我很凶啊，要我干活什么的。我在憧憬未来的时候要干活，最后各种幻想啊，最后又被老板打破了。就这样子一个反映了想入梦想的一种东西。而在这场歌舞剧中，吴彬也特别邀请小波和柔柔一起演出，但彩排过程并不顺利。为了不在正式演出时出糗，两人不断的练习。究竟吴彬的歌舞剧能否顺利演出呢？妞儿啊，你看我的公司大不大呀？非常大啊！你看多漂亮的地。哎，偷什么懒啊你？干活儿，干活儿啊你！偷懒？走，妞儿。我们去看拉芳星光大会呀、啊，走。你叫我做了什么都可以。叫我做我哪敢忘忧、oh, 你要我改我完全都听你，这样好过。我叫你做你什么都不想，我叫你做你偏偏忘忧、oh, no, 我要你改你什么都不爽，这要怎么过、oh, oh, oh, oh.这样，哎呀，你到底要什么？我现在不管，不然你要我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不然你要我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不然你要我怎么样？哦，不然你要我怎么样？神经太大条，不是你爱发牢骚，怎么结果会变成这样？ Oh no！ 我现在不管，不然你要我怎么样？哦哦哦哦哦哦哦，不然你要我怎么样？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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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然你要我怎么样 ？Carry my carry my dog, you can read in my poker face.你要我怎么 carry my carry my no you can read in my poker face， 不然你要我怎么样？养你个臭老娘！干活！谢谢。这个可以说表演非常精彩啊！来，小波是不是个人跟吴彬有点恩怨呢、啊？就是。
你刚抓头发抓超用力，好不好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是不是？我要他真的抓了啊、哦！你喜欢这种感觉？没有，就是真抓的话，你会进入那种情绪。那所以他的大腿勾上来也是你的意见哦。不，这个是对呀、啊，假公济私。哎呦，在这边先谢谢这两位同学，谢谢小波，谢谢柔柔。好，这段表演如何 ？Roger 老师觉得？我觉得吴斌这段表演算是可以过关的一个表演，因为算是有设计，然后整齐，而且你也没有在怕。可是这就是问题了。特点在哪里？你把 Lady Gaga 这个东西放进来，如果是你自己的 idea， 你就可以把它做得再夸张一点。对，好的，马上来看吴斌的分数，请评审给分。我们看看吴斌啊，这卖力的演出得到的分数能不能到74.75分？哎呀，险险刚刚好啊！哇，有没有吓一跳？每一位都给了你15分啊！刚刚有没有一度怀疑说完蛋了，这个能不能晋级？没有，觉得铁定可以。没有，没想这事儿，对，压根没想。对，哇，这个小胖老师，你也刚刚好就给他15分，大家有志一同哎。怎么会这么巧、啊？吴斌，你要去想想这个五位老师的分数都给你一样的、嗯，你是有程度的。嗯，多给我们一些惊喜，不然坦白说，真的看过听过就忘了。谢谢，加油加油。他是一个很有想法的同学，掌声鼓励，恭喜。谢谢。接下来这位常常呢，我们可以看到他母亲的爱啊，是追随着他一起到舞台上。因为通常这个同学们的亲友是在台下，可是他身上的这些所有装扮服装都是妈妈这个一针一线缝制的。欢迎诺诺。就是一只猫啦，这个也是妈妈帮你做的，是不是？除了服装，好像听说你也一直在揣摩猫的动作，是不是？